大家好，我是半饼醋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游戏，九阴真经，快速赚钱的小撇步。各位江湖朋友们，在玩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感觉，这地方花钱花得真凶啊。虽然说这个地方不需要吃东西，也不需要租房睡觉，接完任务想休息的时候只要站在那边发呆就好。可是那些主武器、副武器、衣服、裤子、鞋、披风、手环、项链还有假发，每个样样都要花钱，究竟有什么地方可以快速赚钱呢？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可以快速赚钱的秘诀，江湖试炼之屋顶擒贼。首先呢，第一招是江湖试炼，大概在等级15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前往江湖试炼。那我们打开任务栏，点击江湖试炼。好，想要在江湖中有一番作为，一定要全面的试炼自己啊。好，点击单人挑战。我们可以看到还有30级跟45级以后才会开启的任务，那我们现在就先选择屋顶擒贼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都是贼的屋顶啊。暴击，这屋顶上面全部都是小偷，这间屋子的保全也未免太差了。暴击！还没完吗？暴击！小师妹，我配得好辛苦啊！总而言之呢，这个任务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解决掉出现在屋顶上的这些贼人、这些小偷们，你就可以抢他身上的碎银了啊！你看一地的碎银，400、200的碎银都有啊！但是小师妹抢到碎银之后，她也没有想要去还给人家呀，基本上就是抢人家的钱嘛，这是一种黑吃黑的行为啊！好的，战斗胜利。我们看到这场任务总共赚了36190碎银呐、啊，就连剧情抽奖也都是碎银。各位行走江湖、身上缺少盘缠的朋友们，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江湖试炼之屋顶擒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试玩报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下次再见。